不过如此，这次故事的结局还是由我们来撰写。小希啊，我回来了。魔王终究是要被归来的勇者打败。 应该不需要我自我介绍了吧？谁不是看着蛋哥比赛长大的？当年 S 联赛单挑之王的回归，的确让人期待与他的 solo， 但是时代变了。让我来数一下，1、2，好像送了他们2个亚军。毕竟今年春季赛他们都没有进过决赛。真不好意思，你们赛对手都有在变，但每次都有我们。哦，谁在叫？前道具赛 FMVP， 他们道具组的胜率还没有我们一半高吧？ 决赛碰到我们 SG， 汗流浃背了吧，小老弟。胜率别吹了，关键时刻还不知道怎么样呢，还是给张明教练来擦擦汗吧。到我们的手下败家那么多次，不知道张明教练这次有没有研究透彻呢？奥赛还是不要太骄傲了，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。河边半场开香槟，季后赛被迫记录的仇。抱歉。 我会加倍奉还的。听说之前都是让狙三，那这次就由我来快点结束吧。神啊，宾馆神啊！首先，我们先送。哦，是你在一直挑战赛战胜的新人啊，还是最佳新人？蛋哥，你还是宝刀未老。哟，宝刀未老，这么险吗？是宝刀，对付他们还需要我的肉身大法吗？还不简简单单。不过这次也比较难说，我们青岩王族被搬了4张。 这次决赛给4D脸了吧？是升级削弱，弱不了1点。说的好像谁不是一样，等着看吧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愿意回到最初的舞台，去寻找年轻的自己。现在RC站站要重建了，1分34秒完成了比赛。我不想回到过去的比赛。 最后一个弯道，恭喜你进了5-9，还不是强行07.59。我只想在今天的比赛中没有遗憾。往事皆为序章，在这一轮风采，他真的做到了翻盘。最后长时间，我们可以恭喜RNG。这一次就让我们来谱写新的结局吧。 S 笔下的燃情少年们一路过关斩将，他们都有着不能输的理由。终极之战即将拉开帷幕，谁会成为最终赢家？不知不觉，故事已经尾声。这场宿命对决的剧情如何续写？他们已经有了心中的答案。回望过往，每个赛季有质疑，有非议。 但从未有过认输，一起走过的路，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繁华与喧嚣过后，我的渴望依旧是顶峰。哪怕是微光，也要点燃赛场，在这舞台留下属于自己的高光。 赛场沉浮总是常态，但我们的目标从未改变。这次回归，我下了很大的决心。恭喜 RC蛋仔最后主宰，想和兄弟们续写不败神话。与老队友同台竞技之时，你我又会完成怎样的蜕变？对手越强，越是前进的催化剂。引擎轰鸣。 生生不息，热爱是一切不能输的理由和答案。少年将破除一切险阻，极限对决，燃情过招，命运交织，悬念不断，是续写9冠传奇，还是重夺5冠荣耀？这本飞车热血漫的最终赢家，由你决定。 这一秒，燃动全场。
从那刻起，他们便是传奇的代名词。四连冠，成就达成，八冠王，正式加冕。魔王之路向来荆棘漫步，巅峰鏖战战胜了狼队，战胜了明星。多年专注，终至无人之境。宁青，你的极限到底在哪里？恭喜宁青，狼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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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宁青，你的极限就是没有上限。聚光灯外是赛场上灵犀无间，打破了1321的记录。新秀助力，强队的底蕴历久弥新，可以提前恭喜神。至高的赛场，没有无敌一词。比分进则在5-3，是低谷中的宿敌。狼队比赛还没有结束，亦是重燃之客的阶梯。最后还是五位受限五冲，还是梁国正派，还是梁国。狼队到剧组不会被双杀，是的，因为这里是总决赛的舞台。愈战而愈勇，更显卫冕冠军风范。恭喜狼队，恭喜狼队！王朝已然矗立，征途迷发坚定，生而无畏，八冠封狼居胥，不骄不馁，方能战至终章。总决赛。赛场荣耀，已然镌刻于虎狼图腾之上。然成名之路，亦有万千相同的不屈信念。狼队的赛点，风采憋死了！联赛历史上总决赛第一次让爱追三，唯有涅槃才能迎来新生。恭喜风仔将大分扳到2-2。风仔，你一直都很酷，加油，兄弟们啊，稳定，好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加油，加油！名宿归来，如虎添翼。老将真的不老，新援再至，壮哉群狼！也就快，季后赛的第一个道具双杀，传承从未断绝。风仔他真的做到了翻盘，慢从来不是风的特征。从常规赛到季后赛的全胜姿态，重拾王者之冠。风仔恭喜 RSG， 又一个道具双杀，大事已成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战鼓声是总决赛的首张门票。总决赛的总决赛，虎狼之师此刻已蓄势待发。妆化好了吗？我带了礼物给他。来就来呗，都是老熟人了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虽然我也想说一句 How old are you， 但是听说我们玉总进总决赛，感觉头痛，这不带点药过来。先谢过兄弟的好意，不过我这头疼是心理上的，你不知道夺冠后的获奖感言，很难临场发挥的。这比半场开香槟还过分啊！你的头痛我来治，化头痛为悲痛，3-0拿下你们。哎呀，好像有蚊子在哼哼。哎，我头更疼了。又是双狼大战，我们是五冠王，台面上我们先胜一筹哈。可别忘了，我们上一次冠军可是你们手上拿的。这次冠军从我们五冠王手里拿，听起来不错哦。想拿到这个冠军，还得先过我们这一关。别忘了，这赛季我们的二位只输过一局哦。输给谁来着？是输给我们了吧？嗯，没错。那场尬的你化身女神，太顶了，太顶。老朋友又见面了，咱们别像他们似的，都是教练，得稳重点。说的没错，我们不能过分着迷于过去的成绩了，也不能有点成绩就骄傲，是吧？现在坐在我对面的是今年春秋两届常规赛最佳竞速选手，你们打得过吗？打不过，打不过，这有人打得过吗？今年那可是大魔王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奶玉就别奶我了。不知道这次 solo 是不是我们全速战神上场？我们青爷已经双杀过你，这次可能是第三次。那不对，如果您封你们的话就没机会了。哎，可惜，可惜。这就不需要你费心了，倒是你们的二位我已经在研究王图的选择了。极速控啊怎么样？别到时候门虫的门都守不住了，就只剩够狠的呀。风仔，平时人畜无害的怎么放弃人化这么凶？风仔你变了。彼此彼此啦。去年的3 FMVP 东哥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这次总决赛和你交手。
去，打你们还需要我东哥出手吗？也太看不起我和凤仔了吧。东哥只需要在顶峰被你们膜拜就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当花瓶摆着嘛，电竞陆毅负责帅就好了。过奖了过奖了，帅是帅不过你们国少了，蓝魔队颜值天花板。这赛季你就赢短领跑，总决赛上不会跑着跑着又重复了吧？赫飞的是快了，不过这次总决赛我会让你感受到什么是插翅难飞。我们老虎也不是吃素的，只需要一个导弹，大可煎烤鸭，味道顶呱呱。我可没见过爱吃香蕉皮的老虎。说了不着迷过去的呢。小孩嘛，容易骄傲。你俩上次进总决赛还是前年，这次背靠大树，争取被我们3-1，好吧？骄傲过去的成绩。这个小孩嘛，不走。我们道具组银河战舰2.0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那我们就是湖南之师。你这是抢我们台词是吧？我还要抢你道具呢。你能上场再说吧。春节的工程。彼此彼此，世界选手打得最久，板凳也坐很久了吧？互相伤害是不是？咱是队伍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帮哦。女神还是门头，希望你总决赛别成为短板。拳术战神，总决赛不知道还能不能拳术冲刺呢？大魔王总决赛心态得稳住啊，别拖车变拖王了。天才和少年都快成为过去式了，小奶玉还能一战吗？春天的遗憾已经过去，秋天的我们势不可挡，让 RSG 成为秋天的一束惊雷。我们一直在追梦的路上努力前行，属于我们的冠军就在那里。我回来是为了再次加冕荣耀，成功卫冕一直是我们这个赛季的终极目标。五冠已是历史，六冠就在前方，我们生而无畏，这是我们状态最好的一届。我会将天赋带到总决赛的舞台，冲击冠军，铸造传奇。2022将会是狼队的一年，冠军我们准备好了。你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。